用一个月、两个月还是三个月？我说 no， 请大家看这边，整张脸用完是不是三个月？是三分钟。三分钟之后，他的脸就从比较蜡黄、暗沉，然后变成像这样子，比化妆还要漂亮，所以属于很自然的白皙。然后另外呢，也可以看到有痘痘，一般长了痘痘之后都会留下痘印。他使用过后来讲的话，你发觉整个的气色是很自然的。待会我们也会让大家亲眼的来看到一下，用在皮肤上面，它那个效果其实很难有保养品可以媲美 Ocean Lab 这样子很自然的白皙效果，就像我们自己本身散发出来的白皙。很多人很关心那斑点呢，我想很多人的朋友啊，或者很多就像我自己的妈咪啊，也许都有斑点的问题哦。其实斑点的部分来讲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哈，它这边原本一整片都是它原本的一个色素沉淀的斑点，但是呢，在它使用了60天之后呢，你看大一点的斑点几乎少了一半，可是小的斑点来讲的话，几乎已经变得很均匀了。甚至我们来看这一位我们的一个使用者，你看他本来的斑点的话，差不多是这边到这边的一个地步，是很大块的哦。但是呢，他使用了6个月之后呢，这一块这么大的斑点几乎看不到了。几乎看不到，所以其实它对斑点的效果是很好的。只要大家呢日夜使用，加上注意防晒，这个斑斑点点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皮肤变亮了、变水了，斑点不见了，是整体性的状态都变得很健康。其实很多人的纹路，其实我想这个我们的法令纹，甚至眼睛很爱笑的人这边有些鱼尾纹，这个产品如果它不能擦眼睛的话，说真的它的鱼尾纹的部分不会做到像这样子，几乎是整个看起来是抚平的。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加了这个抗老化的部分呢，它在纹路的去除上面有很显著的效果。这边我们可以跟大家 guarantee， 因为 Ocean Lab 从美国研发上市到现在已经进来第8个年头，我们正式进来跟莎莎来做独家的一个合作销售。我们呢全部通过国际标准的 SGS， 也就是说水银的部分保证没有含水银，然后所有的重金属通通都没有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 end user 跟着 Ocean Lab， 它是5年6年在用，用得越来越漂亮，然后用得越来越白皙，重点是很安全的变漂亮，这也是我们 Ocean Lab 所坚持的。目前的话呢，我使用的这个产品呢，也是我们呢刚看到的 CIC2 海茴香干细胞，然后呢也包含我们的南极菌保湿因子，所以大家待会试在手上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它的产品摸起来是非常保湿的，然后呢它的亲肤性也非常好，然后让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可以呢直接的去感受到它在皮肤上面整个滋润的感觉，那跟整个保湿的感觉。是直接用完之后，来，我让大家稍微看一下。哎，我们先看一下侧面的感觉。哦，擦完了之后呢是比较亮的，所以你会发现到你是用单手，可以先用一只手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，先摸摸它的触感。一开始手戴下去的时候有水感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补水跟保水的部分。然后呢，另外呢，整个抹匀了之后，你会发觉它整个吸收进去之后，你会发觉到说，它的那个白皙的程度开始在做吸收。几乎没有 cream 感，跟你说你可以戴眼镜，但是 Ocean Lab 呢，它直接就是用眼霜的规格在做，所以呢，等于是这个 cream 你擦了脸，擦了眼睛，甚至如果你要奢侈一点，就连你的脖子一起往上戴，一起往上戴，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希望白就是从脖子以上都很漂亮。那如果说他希望白得更彻底，从头到脚，我们还有 body 的部分可以让大家从头到脚可以白 ，OK。